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吧。啊，天气真好，这两天纽约的天气非常好，昨天他们说最高温度都到80度了，我也没出来。不过看朋友在中央公园拍了很多这个视频，然后中央公园人很多，哎，天气越来越好，大家都想出来溜一溜，因为确实待在家的时间太长了。不知道今天法拉盛的情况会怎么样。Hello. Hello. How are you? How are you?可以了是吧？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缅街的新世界超市。那这呢，也是现在开门的，离我家最近的一个中国超市。商店都是关门的，药房开门。上周天我就看看见了，好多人。也就11块左右，12块左右。哎，现在的蟹贵了好多了。蟹卵价贵了吗？现在卵价都十几块了，8块、10块。是因为运输贵了吗？不是，好像是因为这个疫情过后，那个市场就是价格都上涨了，在渔业都会抬价的。OK， 好。
我料都卖的差不多了，有我要的吗？好像没有。那不是海底捞吗？这菌汤都没有辣过。他可能这个中国的货源来也不容易，现在。川之味，六婆。六婆好像我听过，要不要就要这个吧？人太多了，人好多，吃不起了，太多了，没法这边没法每天收拾这东西。你要料酒吗？这个店员，你就把车留在外面，然后你自己人进去喝。请问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营业的呀？今天。请问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营业的呀？开四天了。四天哈，主要是做外卖对吗？全部外卖。请问你们营业几天了呀？营业两天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店家呢都是没有开门的，大概开了五家吧。这边大家馋的话可以过来买一些外卖。已经排队两周了，前两周我来他都排队。肉挺全的，肉挺全的。这个是什么肉呢？这个肉不错，看着是吧？3.993磅多，一共11块钱。这是4.99一磅，这个是6.99一磅。不缺肉，一点都不缺肉。像这样牛排也都是4.99。肉价我感觉和之前差不多，没什么区别，没什么区别。跟 BJ's 没有什么区别。像这样的非常好的这个牛排是9.99。Ribeye。这个猪肉呢，我上次买了两盒，这个是2.89一磅，就是排骨。那这是猪腿肉，1.69一磅，那就像这样一个腿是14.15。这个2.99，这个鸡肉，一盒7.45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，关注更多内容。